你看看你，你都怀了他们家的孩子，他真的这么狠得下心吗？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婆婆对我超级超级好的。医师娘王彩华语重心长，要周小孩好好照顾自己，但两边亲家问题好像真的有点难解。阿姨，走，不是，阿姨不是这样啊。就是因为八点档中心疼女儿嫁出去会被糟蹋，王彩华跟准女婿周少安直接在停车场互相抢人，演出巴掌戏。在演这场戏的时候，他有说：“彩华姐，你不用客气，真的来。”这样，我说：“好吗？”不好吧？他说没关系，你就真的来这样子。坦言有时力道会抓不准，王彩华面对周少安的认真态度也觉得很心疼。就是演员，他就是必须要做到。很专业的东西，我们不是在演假的，我们是演真的。所以我在对此在跟他演的那个当下是他的特写，完全没有我的镜头，我一样照哭给他看。演员跟演员互相学习，毕竟接演八点档挑战不少，尤其汪彩华本身很外向，角色则是走气质路线。我平常就是很活泼，就是很爱搞笑的，或者是也很苦命的妈妈。有时候导演会说现在是秋月，不是彩华姐。不小心流露本色，还有咬字，也得下足苦功。呈现结果会是如何，让观众期待。TVBS 新闻花正森寻台北报道。大好的前程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